那个莱欧顿下去脸看起来非常的认真哦。好，热血拳二 P 了啊 ，OK。这些看来真的是非常想要拿到平板，对，非常需要平板哦。他脸上写的平板我拿定了，哎，没错，谁都别想跟我抢平板。然后手机说，我想要那个300块代币，我只要300块就好。哎，所以他们私底下有交做过什么交易？没有没有，他私底下没做。相信我，相信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他是台北跟高雄，分别是在台北跟高雄最强，算是比较顶尖的县市代表。对对对，没错，县市代表这样讲。好，这个奈落旋风不错。好，而且他会做一些滑步动作去影响对手，好，让对手不太敢动。他在冲过来就对了。对。他在做一些冲过去，然后又后退的动作哦，一直抓那个距离，因为他知道对手可能是一个不太应该说出招可能比较敢出招，可是其实那些招并不是那么强，所以在中间很容易就会被打掉这样。哎，你就会像这样子哦，不断滑步限制你，然后你以为我要出下段，可是其实我出中段，对对。然后这个过山缺板。回到门去啊！来 ，nice punish。好会滑哦！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！他是全台湾滑的最快的，最快的。哎，全台湾滑的最快就是他。太厉害了 ！Round three, fight。好，不错。好。哎，这个 combo 不错哦，将近快5个了哦。哎，有摔，没解到。其实跟大家解说一下，热血刚刚为什么要用这个摔呢？因为他想要换边，但是对手没有解到，有解到就会换边，没解到会不会换边？好的，热血取得一胜。那对手应该感到很烦躁吧？然后最后受不了就直接冲去打啦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这样。你再滑，你再滑，我冲过去打他了。这个通常如果说是在很直接发生的话，那就会打掉。你终于打起来了。对啊，有可能会打起来啊。哎，那个败部是谁赢啊？下线2-0吗？好。那个给料女棒对红四打败部，谢谢。Get ready for the next battle.好，那小周的热血进行到第二局了啊、哦！哦，我想看石油王。这个服装就是石油王标准的服装，非常标准的服装。想看 OP 脚，如果真的练好会非常厉害、啊。然后国外目前全世界公认最强的两个玩家，一个分别在日本，一个分别在韩国。那韩国那一个，他这个角色就是可以，应该就是全台湾，全世界段位最高。要练得炉火纯青，对。对，没错。啊，压制哦，压制啊！没打到，没打到。啊，小周一个灯。那石油王这角色设计非常简单，招式不多，但是招招都响应哦，而且很痛，对，非常痛。哎，就是这个飞踢。哦，这个摔非常摔哦。他的热血呢也没有在怕。他们不会失误。哎，贴到了。他那个踹一下哦，对手躺在地上就会被踹到，哦，你不能不起来，必须要站起来才能打。哎，有解摔，有解到啊、哦！哎，两个人都对齐状态，脚太短，啊，可惜，啊，小周加两个灯。
好，有请抓紧的啊、哦！好，抓紧抓紧。这也说我没打过这么奇怪的石油王啊！因为感觉出来，小时候石油王应该是没有练很久，才玩几场，大概才玩几场，应该现在段位才一段。而且他 combo 有命，好，好，这个痛啊，可惜，提早黏到墙壁了。好，这个血他回来可能。哇，那红色闪电好帅啊！对啊，就是会有那种有非常痛的感觉。没错，而且这游戏就是打到人的那种打击感做的非常很扎实，对，扎实感。感觉热血知道怎么打这只蛇王。哎，没错。哎，药太多了。啊，糟糕！使用下段的时候被对手发现了，还是用了，我就是坚持要用。好 ，OK， 一个出其不意的下脚取得这个胜利啊、哦！好，现在是热血金牌啊、哦，绝正常。哎，硬吃啊！双方都要冷下来啊！对，而且还是用了他的耐度，非常厉害啊！可惜，好的，那热血，恭喜热血晋级。好的，那接下来是热血对阿翔。